打卡第一天，首发任务有点难哦。争取明年成为歌手合伙人的资格，只有一个名额。合作还是竞争？想要选择的歌手是华晨宇。可以允许一下。在这光滑的地上，很棒，很棒。走。翻倍雪梨，待会儿就会把它喝掉。那你和我们普通的羊。好了，两个都很好。星期四晚十点，美拍短视频，嘿，好样的！美拍，我的热爱都在美拍。